妈，今晚我们不在家吃了啊。出去吃啊。我姐来牛肉饼店了，然后出去一起吃个饭。快点，快点。这块我刚才买回来的一个烧鸡，你跟爸在家吃吧。行。走了，我们。出来了，快点呢。啊，我们带孩子去啊。快点。我姐都没见过孩子呢。快点。你们吃饭吧啊，我们走了。拜拜 ，Lucky。看我家小小胖又换了一台新座驾，是宝马哥给他买的，坐这个舒服不？嗯，儿子，笑一个，笑。小小胖，儿子，坐着舒服不？真悠闲呢，这广场人真多呀。刚到市场就碰见一个经常看我们视频的网友。没有，这两天怎么磨的嘎嘎走的？你几位怎么瘦了似的呢？哎呀，瘦了。哎呀，哎，谁的？哎呦，我的谁的？哎呦，一百。我今天我们吃饭呢。有啊，真的呀呀，没吃我爸给我做饭的。我买的咖喱。好不？哎呦。好好。呀，才过来你米其林的等你。哈哈哈哈哈哈。一个米其林。谁有的？米其林呀，这里啊，这里米其林呀，嗯，你妈有才气个这个哟，哎呦，你这么大，换换那个这个，是不是？哎呦，一不啦，哎呦，我的手也一不啦，无敌，这么多人呢，今天，哈哈哈哈哈，不认识哈，这里，嗯，你那光毛还没，光，啊，我光毛还没，光毛，那家庭的眼睛呢？哎。这是哪个炒肉菜？嗯，哎，太香了。香菇想吃啥呀？我吃啥都行。啊，香菇。我吃啥都行。你们中午吃的炒菜呀？哎呀，是在家自己吃啊，在家自己做。中午在家吗？啊，是炒菜呀。嗯，里脊、炖的。那卓姐想吃啥？我吃啥都行。韩国菜还是中国菜？中国菜我给你，韩国菜没啥。韩国菜也这两天都吃了。然后只是没拍视频啊，那就带你尝尝那个韩国的中国菜吧。韩国的羊肉串行吗？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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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一百两就算了，那给那个，那给那个，那给那个，金金金金，他瘦了，金金瘦了，哎呀呀呀呀，长得快，哎呀呀呀呀，长得快，哎呀呀呀呀，太不少啊，哎呀呀呀呀，哎呀呀呀，哎，男的网友都得可能得真的接触一点的。也注意一点的，我看不上注意眼睛的，不对眼儿。小的小，因为他卢克这边不聚集了，所以看不对眼。是，我们都去医院检查去了。医生都说不是。是。走吧，吃饭去吧，都七点了。我
喂，你好，你家有包厢吗？啊，没有啥。有啊，但现在满了。满了。啊，对。什么时候能出来？我们五个人，8点多是吧？我三姑对孩子爱不释手啊，一直抱着来饭店了。怎么啦？你好，这你家孩子？哎，长这么帅呢？长得像谁？长得跟他爸似的。到这儿了，别客气，姐啊。行。挑想吃的点。行，你先点。我回来，我很慢的。哎呀，这两个人换着歇呢。慢的，嗯，长成了，所有的日子。我啥都不吃啥。嗯，你俩说谁太凶了？我好长时间没上饭店了，不知道。今天是串串就，对，串串反正都给你送了，你搁那搁。嗯。啊，真在不是的，像姐妹吧？不像。嗯，我们真的像的。挺像的。你比啥都。姐是那种温柔型的。哎，你都温柔型，我哪温柔？快点。蜂蜜只对我温柔是吧？快点啥？姐来一瓶主食，冷面来一瓶啊。三姑吃啥主食？我呀，有冷面、温面、炒饭、水饺。啊，吃点冷面吧。吃冷面，那两个温面呢？冷面呢？那温面都是我拿着温面不？两个温面。嗯，两个温面。看我儿子跟我长得像不像？像。连头型都一样是吧？对呀，他混了。这个韩国眼镜要换要换它。我看看。爸爸上场黑的。嗯。你看后的肩膀，他躺着。那就好了。怎么样？你阿姨安到这个。就是。家里边谁抱都哭的时候，我一抱他就不哭。一个同安的呢。尝尝他家串，挺好吃。煎鹅串店。挺好吃。那我再吃。你吃吧，我看孩子们吗？啊。这是他们家的那个特色秘制蘸料。红色的也是这个吗？嗯。啊，真香！挺好吃的，你看这个，嗯，它料也难的。我不吃，你吃吧。啊，吃吧。你吃吧，我抱孩子呢，你吃。多吃点好吗？嗯。到这儿都别客气啊！全场消费由郑公子买单。大胖买单。来饭店观看我们视频的网友了，抱抱叫小胖。我家孩子现在好像认人了，陌生人一抱的话哭过，原先不哭，说跟我长一样一样的，有那么像吗？像。嗯，有点困了，孩子是吧？嗯，睡着了。你看啥呢？我不吃饭，等你长大了让你吃肉啊。红的，你不应该陪姐喝点吗？是我酒量不行。我们都不喝呀。干的谢谢三姑，不用过，我自己整就行。我三姑怕我饿着，小时候就稀罕我。就是这个味儿。啊，
现在已经吃完饭了，孩子睡着了，我家大胖带孩子回家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